提起端午节，你首先会想到什么？屈原，吃粽子。屈原，粽子。屈原，划龙舟。划龙舟，赛龙舟。粽子。你第一次吃粽子是什么时候？谁做的？是妈妈包的，蜜粽。是我五岁的时候。是我七岁的那一年，那是我奶奶帮我做的。是我两岁的时候，还是三岁，是上小学的时候，是姥姥做的。2017年5月30日是我妈妈做的。我没吃过粽子，不过今年一定要尝一尝。十岁的时候是妈妈做的。每年到了端午节的时候，妈妈总是包粽子，我很喜欢吃粽子。是小时候在中国姥姥给我包的。我很小的时候就吃过粽子，是妈妈做的，因为妈妈每一年都会去华人店来买竹叶和糯米来包粽子。是五岁那年回家乡泉州，妈妈带我去美食街品尝家乡小吃。你参加过端午的相关活动吗？我妈妈在我的手上和脚上系了五彩线，做各色美丽的香包，做一些香包，有时还会用彩线编成蛋网。最想参加端午节哪项习俗活动？我想参加划龙舟的比赛，作为在龙舟上威风凛凛的鼓手。划龙舟这个项目可以陪家人一起去参加这个活动。赛龙舟，赛龙舟，划龙舟，赛龙舟，划龙舟，包粽子和划龙舟，赛龙舟，划龙舟，赛龙舟，赛龙舟，赛龙舟。我很喜欢去现场给他们加加油。我很想去中国看看。有学过有关端午的古诗吗？节分端午自谁言，万古传闻为屈原。共汉群龙水上游，不知原是木兰舟。鼓声山下红起开，梁龙月出浮水来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乌江上下而求索。五月五日午，赠我一枝艾，故人不可见，心知万里外。担心正素兮，鬓发日已改，我欲从陵君，三湘隔辽海。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，是以剑发，鹤发垂肩持续长，离家三十五端阳。我会一首端午节儿歌，五月五是端阳，门插艾，香满堂，吃粽子，撒白糖，龙舟下水喜洋洋。想给世界各地的小朋友端午节说点啥？我觉得中文很好，我觉得中国文化也很好，我很骄傲，我是个中国人。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，我希望大家都端午节安康。我希望全世界华人小朋友能有更多的机会参加到这个节日中，通过这个节日去了解祖国的悠久的历史文化。让我们共同缅怀爱国志士屈原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。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知道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。我希望全世界的小朋友都能知道这个节日，做好中国人，把优秀的中国文化传遍全世界。真希望以后有机会跟世界各地的小朋友们一起包粽子、吃粽子、赛龙舟。祝小朋友们在端午节里端起快乐，端起幸福。端午安康，端午安康，端午节幸福安康，端午安康，端午节安康，端午安康，端午节安康，端午节安康，端午节安康，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记得吃粽子哦。